邀请在地社区民众团体等一起来参与，并办理感恩餐会、庆祝大会，及透过表扬资深员工，共同见证及欢庆新领五十周年生日快乐。因为我们取之以民啊，用之以民这样子，活动整个过程有庆祝大会、感恩餐会，还有表演的活动啊，有特别请到我们海军陆战队的乐仪队，还有举拳队到现场来表演，啊，给草屯镇民来参观。还有草屯镇的十个的社区发展协会的团体表演。新领天然气公司长期为台中市大里区、乌日区、雾峰区及南投县等民众提供便利的天然瓦斯，用户超过14万。为造福地方，也特别在埔里镇新建全国首座采陆运供应模式经营的天然气厂，提供埔里地区居民更安全、环保与廉价的天然气。服务范围包含了台中市的大里、台安子、乌日、雾峰、太平，还有包含南投县。在今年的10月3号，我们在埔里盖了一个陆运的天然气，我们俗谓称的 LNG， 就是我们管线没有到达的地方啊，我们用那个天然气的槽车，来运送到我们埔里的气化站。在气化的时候用管线输送到那个民众的家里面去用使用。县员蔡明轩表示，从草创之初一路走来的艰辛，创造在地就业机会，更串联起家家户户的瓦斯连成一线，创造幸福的城市。祝贺新领天然气公司创立50周年，期待未来提供更好更优质服务。10年的，好啊，今年借50周年庆哦，他也邀请在地的一个团体来做一个表演，好啊，天然气哦，除了有一个环保哦，还有一个干净的一个，最重要还是一个安全的哈。好，阿明轩这边也是希望大家哦来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来取代我们一般传统的一个瓦斯。公益天然气为公用事业的重要一环，关系民生及民众福祉。期盼新领天然气公司持续强化品质、效率、团队安全及服务等核心价值，提供民众优质安全供气服务，稳健迈向下个50周年。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